大家好，我是硬汉李梦。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别再抱怨，因为我会对你说晚安。导游的语气讲出来，我讲不出来。但是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小龙虾店，上次我请罗宇去吃过，他去也吃过。哦，居然我只吃这两个字，叫做兄弟。对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对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有人今天一定要去吃他家的油爆虾，哇，蘸着那个酱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哭了。他没有，是他吃的吗？我一刚刚一进去，我咬了一口，直接点了一口，是辣的，怎么了？是辣油双倍，是好吃吗？为什么是辣油？你，然后那个牛油，他们家的牛油特别好吃。吃第二口的时候，你又哭了？我没哭，我笑了。我说，怎么有这么好吃的牛油？这哈哈大笑。好吧，骗你们的，都没哭，都没笑，哭了。那适合拍照的地方呢？其实呢，我自己也没去过很多那种适合拍照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子洲头可以去一下。这次没，其实长沙待了这么久，一次都没去过，大家就去一下吧。还有两三个问题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Flavor the less, yeah, the sweetest pie. I might take you home with us, I might give you all.
希望你顺利，希望你越来越优秀，希望你忙碌的时候不要心烦，希望你平安快乐。嗯啊。